Hello。Hello， 嗨嗨。啊，今天我们又收到了一件包裹，应该是我们要用的这个脚架，所以我们开箱一下看。Are you Spider-Man？ 很难是吗？哇，这个好像气球一样。OK， 它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它有一只短的跟一只长的。那里面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先开短的。对，这个就是它的，它附送的这个支架。别人给我用。可以夹那个电话或者相机，这样。然后我们来开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它又给多一个。好了，它是这样，它应该也有错的话，有个孔错。OK， 在这边一支降落机，然后上面就可以放相机。哦，它这边有个孔错。你看，这是它的插件，之后可以夹了放住了，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孔抽那个电话，然后它下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孔，它就可以弄。然后这一个东西呢，它可以拉到很高，它有三节。之后我们出门拍 video 的话，哦有，哦我很长，没有记错的话有90cm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装在一个脚上面，把它装好了，然后修给大家看。就是、我拿掉啊。打开来这个三脚架 ，OK， 放在地上。Oh my god！ 它蛮高的。站的话，它差不多到我这一边，之后就可以放相机，我们就可以 set 好了，放在那边，然后 control 它拍照，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用的脚架。可以变小吗？如果是我没有用脚架的时候，我把它收下来，可以这样自拍用，然后这个可以调斜，点这样用啊，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么今天就开箱这个自拍棒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用这个来拍摄很多的这个 video， 还有一些短片啊、vlog 啊之类的。就这个就很好用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开箱就到这里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。你要讲吗 ？Subscribe, watch my video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用这个。明天是我生日不是，还没有。OK。